师、师长、同学支持这次的活动，感谢你们。然后，现在我们，这个iMAY研究生年展正式开始，欢迎大家享受后面的茶点，同学们。近看的时候，仿佛是一种我们从来没有见识过、一种很熟悉、很陌生的风景一般。然后这些地方呢，他们常常我们都会视而不见，它明明都在我们身上，可是我们都会很刻意的把它省略掉，很略过它的位置。然后它们长在它们位置上面的一些特殊的构造以及它的毛发等等，不断的在标示它的存在，但是我们却不断的忽略它们。所以我们希望，借由这次的创作，再把它放大之后，一种感觉可以感觉到它的湿度、它的热气的一种焦距，然后来感受原来它的存在是在这边。